快到上课了，上课了，上课了，上课了！哇哦！在我改编的合唱作品当中，就是大众最喜欢的一首。刚刚是谁说的？我们说的。看，都知道勇气，都知道勇气。你们还知道其他什么曲子吗？温柔。温柔没写过，不好意思。哇，这么小喜欢五月天呐！啊，对，当时也是学生录了我一段的视频放到网上去，我看到前天那个抖音还要放出来。来跟我一起念，抖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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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塞，我成功把大家带偏。对，然后当时看到还是几十万的赞，然后结果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抖音上面发，抖音，不好意思，抖音告知我入侵版权。小朋友，你不讲武德。好，对，所以说这个就比较尴尬了。所以说大家拿到节目单有一份大的纸张没有？有，有，对，这个是勇气的简易版的谱子，我就借场音乐会给大家读一节合唱课，让大家现场体验一下。穿的是我合唱课的背板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准备啊！来给一个 FT， 有请我们的最帅气的伴奏何松子，比较腼腆，比较害羞，掌声再热烈一点，谢谢。能不能听到你们的尖叫啊？哇哦，超 nice， 超 nice， 超 nice， 我最喜欢这样子，哇，这很安逸哦。来，再给一下，给慢一点，听一下。原来四上面，我记得读大学的时候，四上面老师教过我们怎么听这个大三六和弦。有个广告很好喝的，哇哈，哇塞，这边来娃哈哈，来一下，哇一走。哇，很准，是不是超准？超准哦。OK， 都会唱吗？不会唱的有歌词的吗？对不对？有歌词对吧 ？OK， 我听一下你们唱好不好？每一位都要唱，好不好？答应我，我们讲武德，好不好？不唱的耗子尾汁。来，准备。发那朵发，爱情的需要勇气。准备，你们来，你们不唱，我听你们唱，没关系。一、二、三，走。笑不唱哈，要唱啊！来，这边的朋友要我听到。哎，真的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好，你的真心这三个字，我希望做的能不能跟着我的手打一下，唱一下。你的真心，我们试一下好不好？哎，真的，再来一遍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勇气，我能感觉你。
nice 哦，真的好棒哦，很棒。那我们跟台上的小姐姐们一起好不好，先听他们唱一遍好不好？说明他们还没你，他们说明他们没有你们准。看来我们听一下好不好？听一下，来 FK尖叫送给他们好不好？很棒哦，音量很足哦，两个 40cc 模来。但是呢，我来听，他们有一点就是感情还不够。这句话被网友调侃过，其实是一模模。嗯，因为我当时最后，特别是最后那一句收了之后，嗯，感情还不够，被网友录下来了，放到网上去了。呵呵，第一声，爱来的容易吗？不容易，对吧？第一声一定是一个叹气。爱情不需要，我们听一下变化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互动一下好啊，怎么不说啊？好 ，OK， 来，准备。是不是轻轻把它拖着？是是 OK。 这个观众可能很可以的，就像放了一个秤砣一样，不能把它唱成秤砣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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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放在我手心，那个心字一定要到头身上去，手心里，笑肌一定要抬起来，笑肌，我们唱歌的时候要抬起来。第一，我们唱合唱的眉毛要抬起来，这是共鸣的位置。第二，我们的牙关要打开。第三，抬起来，来抬一下，各位，都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假的，去铜雀台做的，抬笑肌。OK， 听你们再唱一下。爱真的。这边还在将就啊，你们跟他们一起来好不好？我要听见80元钱票做的声音。哎，不要笑，各位不要笑，这儿的位置真的很好，亲测亲测，来一起，哎，真的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准备一走。真的需要勇气，许下心会在。
准备准备走。哇，我听见一个男低音，我要把他招进来。听你们，我要听这儿180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又要停了。为什么？作为一个指挥，作为一个专业指挥，我必须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。因为我们学音乐的孩子都是很感性的，都是很感性的，包括我自己。但是呢，学指挥真的你必须得保持头脑清醒才行。头脑清醒才行。好，所以说我要听听这个东西，歌词上面他们的谱子上有。流言蜚语，在一起容易吗？相爱的人在一起容易吗？不容易。不容易，对吧？高言，朋友，你可以退票了。来呗，不好带呀、啊，真不好带呀、啊，这个。好，所以说。我有肯定有旁边说坏话的，对不对？肯定有旁边说话，哎呦，他哎呦不好不好，哎呀，犯错是不好。这个流言蜚语一定要唱出来，流言蜚语，这是主旋律，旁边的一个副旋律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懂我的意思吗？再来一下，从副歌部分来。爱情的需要勇气，找得到吗？来面对流言蜚语，找到吗？我唱歌非常不好听，我知道。我有几斤几两我还是知道，因为啊曾经自信过。为什么？来听我说，小朋友讲武德。当时我在高考之前学指挥嘛，要去学声乐，合唱指挥要学声乐。就我在万州的音乐老师，他告诉我，罗乐，真实事件，罗乐，你的声音跟阎维文很像。然后我也不知道阎维文是谁，我真不知道阎维文是谁。然后我就回去跟我爸说，我老汉儿，那个老师说我跟他有个，反正有个唱歌唱的还可以的，声音有点像，他烂吧。烟味味儿，是不是？我真的，他那妈的怕是差了48600。对，到后来我才知道，哇，原来烟味文老师很厉害的，因为我之前并不知道。所以说靠你们，靠在场的各位，我们再来一下，准备。爱真的，准备，来，副歌部分。爱真的流言蜚语，一走。不要光拍我唱歌，要拍美女。会干嘛？你们唱。听到你的声音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听到这个 forte 的声音喽、哦。